打一辈子星际，做一辈子朋友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春节快乐。那么少帮主在这里也是祝大家200人口阖家欢乐，学业进步，龙狗一波，飞龙甩尾，龙腾四海呀。好，那么一口气说下来，那么大家应该是很高兴今天能够在春节的第一，应该说龙年的第一天，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清晨，就看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《星际争霸2》的视频啊。少帮主这一期带来的依然是一个新年的水友赛，希望今天跟少帮主一起对阵的朋友能够开开心心过大年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是输了的话，也希望你开心一点。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都不是事儿频道里面已经有一些玩家了啊，今天休息的可能比较多，我们来先打声招呼。好，春节快乐。那么大家可以开始玩了，嗨起来。好，我先邀请一些朋友进来。哎，这个都在有队伍啊，啊，邀请一下。来玩的打一，好的，这今天呢也是让大家能够，哎，今天说到龙年呀，我刚才想了半天祝福的词儿，可能也就重组有龙啊，其他的好像是没有龙。星期一还有个龙骑士，而星期二也没有了。好，那么就今天的祝福语种里面就是重组的几句比较多啊。不过这都不是事儿，哎，这个队伍不对。好，看一下还有谁没进来，邀请加入游戏，很快应该就会加满。好，还有3个空位，我们再等一等。这边应该是这边已经进来了几位朋友。好，他在匹配当中，那就算了。好，那这一盘也是谁来打，大家开开心心过年。好，这位什么脚踢欧阳锋啊，这名字很霸气，那就先从脚踢欧阳锋我们开始互动，希望你能今天啊把少帮主虐了啊，这样的话你就更开心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开始游戏，把大家设为裁判，让大家也可以顺便的聊一下啊，可能有的来不及了，有些是裁判，有些不是。好，奈拉奇姆滴血，这张地图也是四人图。那么今天是2011年，应该说是最后一天了，希望大家能够，一起跨年，来一起享受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呀！啊，这个2012，这个都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所以大家开开心心的过完今年这个春节。好，脚踢欧阳锋，那么我叫拳打洪七公。对吧？现在稍微等一等，有朋友可能是有点卡。那么今天的少帮主也是在家吃好喝好啊，刚刚吃了红烧肉的味道啊，然后又吃了，哎，好，刚进来可能有点卡，好像是 ZVZ 啊，那这果断一波呀 ，Good luck， 走起。好，我们第一把7D。拳打洪七公。好的，那么第一盘直接放对手一个7D，好像是 ZVZ， 确认一下啊。好 ，ZVZ。加油 ，Good luck。这时候一定要放烟雾弹，对吧？才能彰显我们的实力。你看这手速啊，这个只有到这个已经操作不过来的时候，才能操作的这么快啊。这一般选手是做不到的，这个全中国就6个人能做的啊。少帮主、笨哥、星际小孩、从零学起、星际青年，对吧？就这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好的操作啊。哦，来了。我们大师之路啊，春节发。好，马上开始爆狗，爆起来，这一波要带走对手。
大陆农民可以过去。前线是边抱狗边出这个地板，直接压到死。好，这时候他已经慌了啊！这我是裸双开局怎么办？他现在在想是不是裸双开局。好，看看对手怎么防守啊，看看这波能不能带走对手，全力冲上去。还好这个地图还是比较近的，先咬掉一些农民，他血池好像也好了，这可以咬。好，这个位置是可以咬的，因为对手农民位置很差。对，控制一下红血的狗往后拉，没问题。后期啊，这个叫后期正在拖慢大家游戏速度，这个不能忍啊！把红血的狗剔除一下编队，然后再杀回来。好，这地堡一旦修好了就好打了。好，走远了，确实。这恢复了就有作战力了，可以再冲一波。咬掉。GG， 好的，这个今年新年的这个特别节目第一场，咱们就放大招，对不对？这样开开心心，大家都很开心。这时候对手很郁闷，好不容易跟少帮主打一盘，还放我基地，那你能忍吗？啊，好开心啊！哈哈，加油！好的，刚才这个房间里还没有很多的朋友，现在又增加了好多啊！换张地图，这个塞尔加密窟又是大招图，我们再来一个大招。今天是大招度新年，对吧？我要使用不同的战术，完全不同的战术，有创新的战术给大家，让大家看看春节就要玩的嗨一点，对吧？不管对手多强多弱，我们都使用一些非主流的战术。哦，帅刀爆胎，这个名字真的是很拉轰啊！哎，这很快就要满了。好，还有位置。好，满了。看看是谁来啊？谁来？今天呢，大家都可以上电视啊，上视频。只要你在游戏里说话或者在屏幕上说话，都可以被我的视频录下来，所以大家尽情的享受，我们一起欢度春节。好，这有朋友说了，你再来一次6D呗，我来防。好，后会无期，来了，加油 ，Go Go Go， Rabbit Roll， 好。20D 啊，帅到爆胎！好，这位说无语的沉默说帮主无敌，谢谢你的夸奖啊！今天放大招能不能无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塞尔加密窟又是一张大招图，来吧，对手是神族，那如果是重组的话，我果断10D啊！这张地图放个10D还是有效果的。看看什么族，来吧 ，PVP， 好啊！今天我也是没有开这个盲路啊。新年快乐，谁都可以跟我说话。你的矿物储量地堡 rush， 地堡 rush， 地堡 rush， 是吧？你的矿物储量不足。哎，对手着急了，可能分农民分错了，这是个好消息。你的矿物储量不足。走，出发。你的矿物储量不足。地堡 rush 不足。我们念着地堡 rush， 然后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地堡 rush。你的矿物储量不足。啊，没有跟对手打 good luck， 这个是不对的。我们知道，这个要尊重一下每一个对手。
也尊重自己。你的矿物储量不足，你的矿物储量不足。给你看，这都没关系。好，选择一个地堡，让人看对手能不能发现啊。农民不着急上去。好，这很多的朋友在打点点点点点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在给我加油呢，还是在给我加油呢？好，那我们先在这儿造一个地堡，看路口没有被堵住吧？很好。看一下高地能不能再放个水晶塔。是不是这边也地堡绕是我呢？啊，果然是，应该是我，我可能会更快一些。好，这个地堡就可以打到他基地了。只需要一会儿在我的二矿，他的二矿处，我能重建一个基地就好打了。好，看双方都是大招啊，教大家怎么去应对。哎，这个选择的套路不一样。教大家如何去应对，他还在出农民，这就有点不对了。好，我踩了很多钱，快跑！这都给你了，都送给你，都送给你。直接走。我有基地，所以我不怕。我开始直接出这个兵营，这就是双地堡 rush 换家的一个好处。基地遭到攻击，你的能量不足。星空加速给过去，看看他怎么打。他没什么农民了，应该。咋了？好，问问他。这时候他心情不舒畅，而我呢，心情很舒畅，走在大街上。好，对手打出机器，因为我还有一片矿，而且有很多农民在采，这就是地堡 rush 互拆的一个精髓。早早拍下你的基地，你就可以应对对手了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下一盘。今天是一个大招的好日子，可以啊！既然你强烈要求了，那么一定要满足你的愿望。安提加新港，先邀请你。好，来了。这个脚踢欧阳锋都玩了好几局了啊！来一点，先让那些没进来过的，先让没进来过的进来。哎。这个海贼欧林没进来过，然后是这个 K 什么 KUYT， 好，然后这都进来过了。这个 Gunfi Navana 是吧？叫我拉登，还有 Love Blue。新年快乐啊，这跟他说过了，不用回了。后会无期，既然你进来打过一次了，就让你再进一次啊。这个 Venus 小 X， 哎呦，满了，满，哎，这可以，小 X 可以邀请进来。
蓝海啊 ，Blue Sea。下一场吧。好，这场对手叫是啊，新年快乐。还有一个是无语的沉默啊，那你再进来吧。调成裁判。刚才那一盘的大招呢，又教给大家，如果双方都放大招的话，去怎么去应对啊？新年呢，咱们不但可以欢乐，还可以学些新的东西。今天是欢乐的一天，帮主教你放大招，是吧？塔达利姆，应该跟你打塔达利姆祭坛，对吧？能、no? 好，刚才有一位朋友叫 Strel 什么什么什么啊，应该说也可以跟我继续打一把，一会儿的别着急啊，今天多打几盘，新年新气象啊。不过今天传视频估计要审核好久，我不行分两段发吧，先发一段后发一段啊，中间插播一些小广告，对吧？哎，过年期间的啊，少帮主的网店还是有一些优惠的，只不过由于运费太贵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忍几天，就是买完了以后呢，等到初七以后再发，要不然这顺丰快递啊是真黑，每一票快递啊都要加10块钱的加班费，本来就贵，我都忍不了了。Good luck。好，我是 Z， 你呢？好，继续造农民。哎，好像这盘忘了调啊，调了应该是 TVP。今天教大家 TVP 一个比较凶猛的战术啊。好的。神族要大招了，这有一位跟我私聊的朋友说的，我很 happy。那我渡口，我渡口。我怂还不行吗？好，我来一个单矿啊，单矿，五 BB 纯枪兵，给予对手灭顶之灾的压力。你在几点啊？问问。哎，好，放下我的 BB。矿物储量不足。啊，对，要有人让我放核弹，核弹这种败人品的事情我一般不爱做。好的，谢谢。你真是好同志。你吓死我了。紧随其后。好，也不知道是说我在五点还是他在五点，反正我不探路，纯枪兵，对吧？希望对手能够中招啊，开个矿什么的，这样效果是最好的。我差点摁了个 L 把这个基地升起来，还是探一下吧，至少找一下对手的位置，对吧？好，一会儿同时多放下几个 BB。 打不下来，超级无敌 4BD， 哇，这么凶，我也让你看看我是什么。随便了，升级完，矿物储量不足。你的决定，矿物储量不足，升级完毕是吧？矿物储量不足，矿物储量不足。五点钟没准还真是真的呀。小心为妙是吧？他也要小心我的好吗？我也是大招。哇哇哇哇哇！无语的沉默，让大家看到我的平时的操作了。其实就是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 2 1 4 5 3 2 1 4 5 2 3 4 1。记住这种的。这快捷键，你平时采矿的效率可以增加33.3%，然后无限循环。
矿物储量不足，跟我比大招，绝对不能忍。矿物储量不足，要是个原点，矿物储量不足，就尴尬了。好，有坏消息。你吓死我了 ！SCV 就绪，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。降落，再飞下来。直接奔他们老家去。呼呼，收到位置，正在接机。好，流雷达能扫对手就可以了，集结点直接设置到他们家门口。走，好，这已经有朋友可能有点卡，离开了游戏。Love Blue， 看看纯枪兵 Rush， 五兵营，他不会出了个 OB 看到我了吧？没开矿，来了，那还是要小心一点。是长官，还等什么？就去运上好事了。收到，来了。所有的部队跟上来。等着你的命令呢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机。3BD 啊，4BD EVR 传说棱镜 Rush 是吧？这个好凶。好，来了。游戏暂停啊！对手离开了游戏，游戏暂停。据说这样可以不扣分。好，机器，牌牌放大招。这流能量其实是防速引刀的，虽然说这个时间点它速引刀的可能性不太大，但是以防万一嘛，对吧？而且还有它哨兵封立场，封住路口以后可以用雷达来扫，让我们看到5BB 的纯枪兵 Rush 还是有效果的。好的，那么继续这位，可以，嗯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白色洞，白色的未来在等着我们，是吧？好，星榜迷阵，没错，就是他，一万年我都没玩过一盘的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广告时间。我们带来第一款商品是6230机械键盘，那么新年期间呢，也是送出我们的这个种族键帽啊，非常的漂亮。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去烧帮主的网店看一看。那么这款键盘也是全键盘无冲的机械键盘，用起来手感是非常的好啊。第二款商品呢，是来自刺蛇女王的这么一个星际二 logo 的鼠标垫啊，这个虫族玩家是不可缺少的。啊，第三款商品是来自虫族、神族、人族的军牌，还有戒指啊。如果你是这个星际爱好者的话啊，戴上它，或者说使用它，挂在脖子上或者戴在手上，都是非常的拉风。喜欢的话就登录少帮主点淘宝.com， 或者在淘宝网搜索“少帮主”关键字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就山包。Maroon King 不行，对不对？一会儿我们可以4v4啊，对吧？别急，好 ，Go！ 哎呀呀，忘了给你们调裁判了。哎呀，这个能调几个？调几个？看我手速的时候到了。哎，只能调了五个。两秒一个，这是 APM 有点低啊，没关系，有几个人在那添油加醋，这就很热闹了。地图来到了破碎神庙，我们来看看我出生地点在哪里。那么对手是来自韩国的著名国际的职业高手，人称亚军之王的只怕 MVP 的 Maroon King 啊，就是说遇到 MVP 必挂，基本上是零分啊，就是 MVP 零封他，那基本上是0-4啊，0-3啊，必挂 MVP， 亚军之王。好像亚人之王的名号也被东拉姑抢走了，你说他是多么悲催的一名人族选手。那么在少帮主面前 Maroon King 依然不在了。看这张地图我能使用怎样的一个大招。
破碎的神庙，希望对手呢能够顶住大招，让我们看到对手翻盘的一刻。还没有进去，这张地图中间那块怎么好像地图上有几片水晶似的啊？第一次发现这个缩略图做的有点问题，中间不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重组。那这个 CVT 的话，这个大招有时候不太好使。Good luck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。好的。啊，这已经暴露了我的种族了，这你敢信吗？我们需要更多的矿。房子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。我们需要更多的。不可以暴露战术，暴露。这么大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，需要孵化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啊！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我们需要更多的，需要孵化。这个声音能不能给它取消掉？游戏设置，声音设置，这样是不是就没有了？还是有。好，来了，常规开局。嗯，看看对手家里面七矿。哦，外面的炮这种声音已经非常的响亮。哎，这边有个农民发呆啊。七矿开局并没有变形主基地啊，这要看一看。我也不是为了去干别的，我也是要回来的，我也不开矿。这个你不变轨道控制基地，这不好吧？好，我这盘选择的是，失传已久的毒爆一波，毒爆一波。好，先跟上他的农民。Waste kill。好的，直接选择放 BB。还没造好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。有点卡，这人比较多呀。看看他变没有，轨道控制基地。还不变。行，我看出来了，这名玩家是水平超级高的这种不变轨道控制基地流。需要孵化更多的。你说的忘造农民了，这你敢信吗？哎，转头不是事儿，马上造这个提速狗。哎，你看枪兵很尴尬吧？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你如何杀掉这个 Overlord 呢？在这个点位，其实呢也是可以打掉的。那前提呢，你就是飞起一个兵营啊，比如说你机械化开局，飞起一个兵营，飘在这里有视野了，枪兵可以打掉。大家学会了吧？哎，就是这么一个小技巧。好，全力爆狗，全力的爆狗，两条狗过去侦查一下。这个枪兵想在这里寻找一些机会，但是绝对不能给他这种机会。我觉得游戏声音还是有点大，调一下这个啊，错误提示音，没有错误提示音就可以了吧。好，对手不会堵口堵得很好吧？哇，一把雷达扫过呀，这个不能忍。加重了啊。调整一下，两农民采气就可以了。上去看一下，看一下对手是怎么组成的。提速狗马上完成。哇哇哇！蜕变完成。好，看能不能炸掉他的提速狗，哦，不是炸掉他的火车。很会玩，来吧，这可怎么打？火车开局啊，
找机会溜吧。大量的狗已经爆出来，这边开个二矿去，有可能一波 rush 不下来，这可能性很大。哇，好难！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在家里要多补点皇后之类的来防守。好，去炸农民。这个炸得好爽，我留钱，这时候果断留钱。果断留钱，谁能打下来谁都不一定的事儿，这现在。我也没钱，他也没多少。小火车，你这你怎么打？这你怎么打？人家有恢复经济的资本啊，我没有啊。哎呀呀呀，这可怎么打？这火车怎么打？两农民要 GG 了，要 GG 了，爬过来。看看能不能点杀掉几个。点掉一个。这刚才应该出两只蟑螂好了，这几个火车也能打得过呀。现在弄的一个怎么打都打不过，这不是尴尬。快跑。就剩一个火种了，吉吉，啊，哈哈哈哈，好，恭喜 Maroon King， 不愧是韩国职业选手啊，还是有一定实力的，对吧？咱们一波流没有打下来，就最后被带走了。好，这把大招是直接被对手的火车啊克制，提速狗加上毒爆，其实也是因为火车比较多了，不太好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选择一个塔达林圣坛天地板。好，读书人，这是新来的银月，对吧？先组这些新来的。哎呀，这能不能停一下，我从这儿点吧。小宝好像是，哎呀，这哪点得着啊，打一次字就可以了，别刷。对，那这完全不听啊。刷的话谁也加不上，别刷了。好，这都是新来的，优先新来的。这个也是新来的，这个也是。看看还有几个没有组的，打过的就可以稍微，小鬼剑也愁，打过的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再来一个小宝，对，刚才念了半天你了，就是你了，谁让你的名字这么有爱呢。好，塔达林圣坛天梯版，无语。好，新来的朋友
新年快乐。谁来打？满了，跟大家说一下啊。啊，读书人说他来打，好的 ，Go。啊，这盘呢稍微常规一点。好，他说放水了吧？啊，其实没有，我们就选择大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年三十来直播，确实啊，这个太敬业了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啊，谢谢你对我的认可。读书人重组啊，我们使用随机继续的对战。卡戴琳圣坛天梯版这张地图呢，重组是很难开三矿的。我们来看看，如果打运营的话，他会打得怎么样？西瓜的地图打 ZVP 的时候就是啊这，好。你已经被移出了游戏啊！看来对手用气场就已经战胜了我，这个就没有办法了。这可能也是进的人太多了，有点问题。好，重新再见一下啊！我就不信塔达林圣坛天地版还能再把我移除了。山寨少帮主，好，那就加你一下。把刚才那几个人都组进来。还有这个叉 T， 这叫叉 T 的也是刚在的。Shrek 啊，睡客是吧？然后，啊哈，是谁给了我一杯忘情水？啊哈，给了我一杯忘情水。哎呀，这个点不到啊！这位新来的，这个还有这个 Quacky 是吧 ？Only Yuri， 还 Only Yuri 对吧？还有几个位置啊？还有四个位置呢。好 ，ES 小 Y， 这个小 Y 应该是以前跟我打过互动的，可以组他一下。这位还有哪个小宝，好，小宝还有一个 Grid 进过了，那么还有谁呢？这个在里头了，好，一会儿了，这位好，满了。好，那这一盘叫山寨少帮主大战真正的少帮主，是不是？走。哎呀，又忘了调裁判了，我这个不习惯啊。调了四个，调了四个裁判，这叫正品啊！我这是盒装正品行货的，两年质保，从零学起对抗这个复刻版少帮主。没质保水货那个公包对吧，来看一看塔达林圣坛天地版我是什么族。如果是虫族的话，就用西瓜研究出那招啊，对付神族裸双开局是非常的犀利。当然如果说山寨少帮主使用一波流的话，那我那个战术可能就亏了。来看一看吧，人族好，人族这张图也好打。请讲什么事，任务有坏消息。在 SCV 就绪。Good luck。精髓，请讲什么事。你吓死我了。再打 SCV 就绪。好，有坏任务艰巨。读书人能不能切过去？优先造补给站，这个补给站造在这里呢，其实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堵口啊，这张地图堵口时要注意，第一个补给站放这儿，兵营呢稍微靠上一格放在这儿，然后第三个补给站才好放，第二个补给站才好放。如果你放在里面呢，就是比较节省农民的走路时间，也是不错的。好，现在开始
全力的对阵山寨小帮主，来自国外的一名山寨小帮主啊，具有着韩服宗师组 TOP 20的水平。我们来看一看，遇到了真正的小帮主，他会不会有些压力呢？你压啊，不是力大吗？好，妄造兵营了。开工，领奖。这都不是事儿。领奖。你压力大嘛，是吧？别造错东西啊！你吓死我了！这边已经有哥们儿看明白了啊，他压。貌似力不大呀，啊，开个小玩笑，这也是相声中的段子，大家不要误会啊。什么事儿？纯开玩笑。CV 就绪。是长官。哎呀，这个卡。我这就去。能不能再卡一点 ？CV 就绪。好，哦，对手他的农民已经过来了，一会儿我是一个死神探路。你听讲，听讲，任务艰巨难。做一个 BC。我这就去。啊，这时候他要小心防守啊。搭建完毕。小心火烛就对了。有，明白。补给站。升级完毕。马上。还是有点卡，有些朋友可能。这个网络啊，还是对咱们有一点点影响。有坏消息，我们优先点一下兴奋剂。接下来一波有兴奋剂来防守的话，效果会非常的好。收割，现在第二个兵营。先寻找一下水晶塔，啊，就这事儿，这个细节一定要做好，然后去他家，不知道是不是在下面。你的确如此。那地图几点啊？你有坏消息，啊，再补一个 BB。紧随其后，啊，快快快！紧随。枪兵负责到这边找，这是小细节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哎呀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就这么办，要悲剧了。开始吧，我这连补给站都没有。停奖，停奖。应该是在地图的上方，我觉得，要不然对手不会来那么快。你想让我去干掉谁？你发号施令，又卡崩。好，再放个补给站。进地吧。我先来。好卡呀！升级完毕。太卡的同学就先退吧。要不然实在太难受啊！什么？附属建筑？哎，我又放了个科技实验室，那无所谓，放就放了。这个卡听着呢。Quickly 是吧？附属建筑搭建完毕。SCV 就绪。别影响大家呀，啊！游戏暂停。哦，这叫什么 ？Quickly 啊，哦，我以为 Quickly 呢。嗯，这边山寨少帮主说等一等，嗯，他切出去，问别人我在几点。开局是怎么打的？
然后针对我，还有人电话，支招，够。好，来看看山寨少王主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啊？还算不错。好，我们找到对手的位置。任务艰巨啊！这边 OB 啊，大家看到啊？什么事儿？一会儿可以轻松的灭掉他。任务艰巨，它是 VR 的开局，所以我们不着急，慢慢打。加班了？什么？就把 OB 停在这儿了啊！注意啊！可是我全是光头啊！别让我亮着！这怎么能接受得了？继续说，谁不服？但愿是好事。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再出来几个枪兵，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，快快快，清理掉。命令收到，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快跑！非常期待，打不过。听从指令，过关。收到，等着你的命令呢。对手已经有很多部队了。收到，搞点大动静吧。对手也没敢压上，因为他怕我这边兴奋剂还是卡了，还是这么卡。哎呀，这卡了，没问题。这不是，你这冲的是谁给你的勇气？你告诉我，别催我。是谁给了我一杯忘情水？是啊哈给了我一杯忘情水。正在接近，等着你的命令呢。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非常要操场吗，小子？当然可以。谁要给我什么指示？好，哦，不行，快走吧。不修者啊，这玩意儿惹不起。升级完毕，一会儿得快出医疗品补给一下。开始吧，整装待发。有，快快快！地堡可以慢。正面抹一个，然后在这边采矿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好，后面是一个六骑兵，骑兵营，骑兵营保兵，我一会儿突突突突突突就把它突突掉了。哎呀！这兵其实挺多的，我可以打一个。升级完，附属建筑搭建完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炸他个稀巴烂！附属建筑搭建完毕。啊！你吓死我了！附属建筑搭建完毕。哦，过来，又被看到了。当然。我们过来打这个，谁不服？打掉这个就是赚。哎呀，没打掉，这不玩了。矿脉已经枯竭，这个必须架到他的脸上去。开工，搞点大动静。这么缺气，你吓死我了！你的决定。钱是不太缺，气是比较缺。两个医疗艇是必要的。你的命令呢？
看运势。我听着呢。死神过去骚扰一下。SCV 就绪。请讲。我们完蛋了。好像没怎么杀到东西。任务艰巨的。等着你的命令呢。又点掉了一根钉子。重要要事吗，小子？SCV 随时可以启动 SCV 就绪。研究完毕。有什么事？矿脉已经枯竭。听从指令，伙计。正面压一波，同时侧翼的一个空投。SCV 就绪。是长，请讲。唯一没事。再做第二个兵力。有坏消息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快快快，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搞点大，随时可以启动。升级完毕，只干了三矿。你要找茬吗？又卡崩。但愿是好事。听从指令，伙计们，炸他个稀巴烂。等着你的命令呢。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走了。不对，这边没有打够。来人了，救救我！好，看一下，这时候家里面现在已经被拆了。快跑！打一针新闻计划，是时候了。真是很卡。冲一下两攻跟两防。又卡崩！行星要塞没有，没有气体。开始吧。很缺气。有坏消息？什么事儿？准备好出发了吗？正在。SCV 就绪，炸他个稀巴烂！我还真受欢迎，整装待发。好好的头，听从指令，伙计们，我们需要支援。好红啊，这部队送上去了，部队很红，这个巨象可 happy 了，这是点巨象。好，山寨少帮主打出奇迹啊！恭喜你获得了这场比赛的失败啊！